者杨英峰，作品名称月明，作品材料不锈钢，创作年代1979年，作品主题是描写一轮明月，立在边角扬起的底座仿佛是月上云端或是拨云见月，整体上是一个饱满的凸面圆形，透过不锈钢起伏的镜面折射，不但吸纳万物景象映入其中，更充分展现了农历十五的满月状态。关于这轮明月的题材，是作者杨英峰在童年的成长记忆中思念母亲时的重要媒介。由于父母长期在中国大陆经商，幼年时期只能与外婆同住，其母亲知道年幼的杨英峰对他非常的想念，于是指着天上的月亮对他说：你这边看见的月亮，阿布那边也看得见，你跟阿布都可以看到同一个月亮哦，阿布不时就在这个月亮里看着你呢。从实际的作品表现来看，外界的景象映入了明月的画面像，不论是你或是我，都同时可以看得到其中的景象，也因此牵引了你和我彼此的联系关系。